准备好，向着坚守的目标，群龙斗志在燃烧。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小伙伴准备好，释放暴龙的绝招，闪耀着斗士的骄傲，一起来哇哦哇哦，神龙形态转。新奇穿越到远古的恐龙时代了，一群叫魔甲族的外星侵略者企图夺取守护这里的龙魂水晶，一旦水晶被拿走，世界会发生大灾难，恐龙都会灭绝，就连新奇身边的霸王龙都会消失。为了守护恐龙世界，新奇和伙伴们联合恐龙的力量，一起对抗强大的魔甲族，最终他们到底能否成功呢？怎么只有这几个？还有一个呢？还没抓到。不过大人放心，那家伙不足以造成威胁。嗯嗯，哼，我说了要全部抓住的。好痛啊！放开我！你们这些可恶的魔甲族！哇！落在我手里还敢这么嚣张，让他们也去挖水晶。是海哥大人。真是的，还敢反抗。哼，在我面前还敢这么撒野，看来得给你们点颜色看看。放开他们！新奇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万龙，我们必须去救他们。弯弯。但是那只大蜘蛛真的好可怕呀。为了救出伙伴，我们战斗吧，小万龙狂火攻击。小猴，自己送上门来还省得我去抓你了。刚出兽，给我上。别以为变大了 我就会怕你。万龙形态转换。